名店名厨展功夫，今天特别请到了第一位主厨 Masa， Masa 王炳祥师傅啊，他一直从事是日本料理的设计，对不对？是的，应该做了有16、17年了吧？有超过，超过哈。可是你看起来年轻。对啊，对啊，40岁了。你有40了？对，他有40。哇！今天呢，为我们节目设计了一道呢5分钟出好菜，对不对？今天带来的菜名叫什么？我们今天带来的菜名是红条石斑佐燕麦奶。红条很贵。嗯，对，是的。红条很贵。好，我们看看他5分钟如何表现这一道菜。加油！来哦！加油！计时开始，请。那我们今天先取我们新鲜的红条石斑，然后我现在先让它沾附我们的，增加一点附着力。是是的，没有20年以上的这个厨艺经验哦，要来迎接这个挑战，它是要相当调整，不容易，其实不容易。这是什么粉？它里面有大麦，有麦片在里面。先把面粉沾了以后，把脆浆粉弄的，哎，脆浆粉就代替蛋液了嘛，对不对？对的。然后我们今天会准备2块。做一个呈现，抹上去再把它抹掉，就这个意思。他把鱼皮露出来了。是的，我们这么多人就吃这一块。够了，够了。哎，你真好了，你真有看我们节目吗？真的有。这样子难怪来得及啊，忠实观众。难怪拿那么快，我想说要沾上去。我想说我们这样吃一块怎么够吃啊？你的精髓都学到了。真的耶，油温设定在180度。180，没有继续做事，下一个动作一样要炸洛梨。洛梨用炸的其实蛮好吃的。是的。鸡松茸来用煎的部分。听说你的情绪很紧张。对，今天第一次上节目嘛。你长那么帅不上节目是不是很可惜？你要接，你要接，我拒绝你啊！听说你待过台中飞花落院。对的。哦，那个米其林餐厅。哎，米其林推荐。我今天要准备另外一道菜，特别的神秘的食材。哎，人来就好了，干嘛这样？哎呦，日本的 A5 和牛。我们如果以后转过去冰箱里面拿出来不是 A5 就不要开了，因为5分钟没和牛啊。哇，这个不得了，这一块肉很漂亮哎。现在是要当沙西米来吃是不是？哇，这个油花也太漂亮了吧，真的美哦。哎呦，漂亮哇！哎呦，很漂亮啊！陈哥帮那个擦好了，擦好了是？对，擦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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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出水了。要去哪里？他让去到哪边凉快吗？还是？马莎，我们后面有排队。你要放哪边？你的菇来了来了来了，马莎，你现在倒数最后1分钟了。好的。你看我们平常师傅坐在还跟我们互动，然后还要接受访问，哦，他这已经在成台的啦。我们今天有准备另外一个烹调的手法，比较特别哦，另外一个烹调的火山岩来做一个高温把肉汁锁住的动作。哦，火山岩，烹调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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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陈哥他在暗示你啊。好，陈哥帮我一下。麻烦了，它没有那个，你很重要哦。绿的，啊有一座。啊呀，到底有没有帮忙？厨师就是不一样，拿的器具就是不一样。好美哦！哇，这个鱼，这是鱼油的，油花嘛？它是我们刚刚取下的和牛的牛油。石头在大概有几度？我们石头我们现在设定在280度，这么还有280，对，再烧一下就好了，烧一下。280那很厉害啊，那等于铁板烧的温度了。对，是日本的塔板焼き。哦，铁板焼きですよ。这个石板，这石板很漂亮啊。頑張っていきましょう。那可以换面吗？对，想象的话。不一样，第二个时间的是。不要吓人好不好？这是什么东西？班长刚刚挤的是什么酱？我们这边是那个燕麦奶酱。燕麦奶酱。燕麦奶。好特别哦。那这个和牛要翻面？要不要翻面？280度这样子。好像要哦。学长。哇。服务太好。哦，好说。这样比较好卡。所难的，所难的。完成，我完成。哇。可吃可吃。马展现在在哪里任职啊？我现在在王炳的一期做，先吃一个。哦，一期哦，研发主厨。哦，一期是一个日本
料理，日本料理，日料日料，创意日本料理，对，疫情我常爱吃哎，嗯，怎么看他们在吃的时候，觉得自己也有咸度，哎，其实，哎，不要咔嚓咔嚓，对不对？嗯，就是那个盐巴，不用加盐，不用加盐，它的原味就很好吃，对啊。很软滑，然后它的油脂很舒服，可是又不会到腻口。哦，嗯，红条我担心，我怀疑是不是太熟，快帮我试试。好，是熟度刚好哎，还有汤汁。哦，我觉得它的面衣很好吃哎，好香哦。哦，有那个麦粉的香气。有，很明显。肉肉不会太熟。不会，很刚好。今天的红条很漂亮，今天红条。对，哦，原味就好好吃哦。我这品质太好了吧？松了，鸡松茸，我鸡松茸，我煎的，对，哦，你煎的真好，你煎的，我煎的，特别好吃，特别香，你们就吃这一道，对，好的，哎，掌声给这个师傅，马上鼓励一下，谢谢马师。